就是在找这个。同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要硬上，基本上。如果我们硬上的话，它只有一个大，算两个大节啊。数量。这副制胜点，我其实还是卡德加相关的 combo 啊，还有这个咒术师的呼唤。末日即将来临。我就知道，不该那样出的。但是几？这是多低啊，没有道理啊。他那什么时候不做欸，他那副，他这副也没有巨人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什么时候不做，然后等三零之类的。没有很想要做事。未来是我们的，看啊，这玄妙的宇宙。看他敢不敢留这个下来，来。啊，这只一定会被解掉，百分之百。我要找的还是三零啊。哇，打错了 ，shit！ 手牌量也有点太少，啊，我们山林在太下面了。
三零心灵破壁器。他也全靠我脸了。肌肉，感谢 Nasty OG， 无用小鬼乘以二。这样他好像清得完了。他如果有那个轰轰轰的话，清得完。有什么？鬼之莫格？嗯，鬼之高佛雷，也没有很鬼啊，普通鬼。好，这样还是清得完。带两张感知恶魔，他这样转折应该超容易抽到堕落之血。恶魔犬传送门也只剩下一张，这么多的可能性，这就这样弃三张牌啊！OK， 我知道他有带那个拉法姆啦。末日即将来临。干，他怎么知道？最好是哦，抽牌，抽牌，抽牌。我们应该要直接研爆下去了，因为他如果不拉法姆的话，我们要直接研爆下去了。几率很高啊！他有八张都是堕落之血。完蛋了，刚刚伏笔。冷静，冷静。不要诺杂瑞，不要诺杂瑞，不要诺杂瑞。我们还有贾纳雷在里面，然后最后直接叫两张贾纳雷。这里面只有三张真牌，所以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机会会抽到贾纳雷。好，没有诺杂瑞。我们会让你受尽折磨。哦，拜。哦、oh, you
带挂混会表演。对啊，应该把直接打掉，因为这样下人可以下海巨人的感觉。三四五，哎，真的会爆牌啊！五六七八九，好像不会。看好九张。你在说笑吗？哦，像是坏了，我也是。行了行了，这顺序不对，爽哦！我出错了，还是喜憨儿。下去我猜是控制煞啦，先出来吃一点伤害啊。我们前面一定要做加压。这样吃到妖术还不错。
但刚好到九张，控煞也会带鱼人。嗯，哦，他是这个哦，还是算控煞啊？啊！赢不了的，见证我的威能。看来医生给他放到先祖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在我面前战斗吧！在诅咒中重生，这场赢了，GG了，爽了。其实不确定这一副到底康不康特盗贼，应该还算康特吧。我们其实有点像带了五张软泥的感觉，因为水元素感觉也非常软泥。打30分钟以上控制战，我有玩过要打，我有跟另外一个战士玩到两边一起头像爆开。先王手战，没有啊，就那你就带管理者，然后再带二毒，一张二毒，你就可以打到两边头像都爆开。唤醒元素可以叠吗？可不可以两个唤醒元素，然后打零费水元素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没有选择先打那个武器，他可能已经预设我会有解武器也说不定，那不然不打不先拿武器看干连接还蛮怪。不过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带的还到是什么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让我的海巨人活下来吧！你如果帮对面召唤的话，卡德加也可以帮对面多召唤。哦，哦，
没事吗？哈里逊，这应该放到博物馆。完工了。哦，叫错章了，这样应该还是不好处理吧？除非他拿到那个，如果帮窃贼拿到好东西啊，天爷啊！就比如说你的卡德加，然后在场面上，然后你的比斯巨兽死掉，然后比斯巨兽死掉的时候，不是会帮对面叫三三吗？卡德加就会帮对面多叫一个三三，是他开赛拿到的。刚好可以解这，哎，没有，还不能解掉，有一个活下来就可以了。末日即将来临。OK， 全干连。压扁你。嗯，我就是在找这个。这总不会输吧？吗？其他有消失的话，有消失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回满血，从头来过。哦，这样他有可能抽到血，没有抽到血，不过这边还有一张血。等下这，等下这样他有办法赢吗？等下不大对吧？所以我现在脑袋里面想的是用血 BM 他之类的，他刚有可能直接再抽到两张血，然后再回填，抽完之后再回填一堆血回去。拜，起来算克制到怎样？